杜如科青山不墨，初一至五齐提笔。我是杜如科，我是青山不墨。年初五，我哋用一隻字，呢度会写一隻字。你系咩字？嚟送俾大家。冇错。而家咧，俾你青山不墨咧，就将佢写咗一个大字加一个交叉。俾你写埋三个交叉。究竟呢三個交叉係咩咧？我靠唔靠叉？寫成點咧？我靠唔靠叉到你個交叉咧？嗱，寫咗幾日？根據咧，進步都冇嘅。鄭秀文嘅解説咧 ，X 是一個夢幻。後年祝大家年後爽到落年尾大爽。特爽，通常一隻字咧，即係個福字咧，會調轉就代表福到福到嘛。係啊。所以我哋都可以將個爽字反轉，咁就爽到冇朋友啦。爽到硬高嘅直覺。爽到下世紀，爽到年尾。